治疗腱鞘炎的药物呢，有口服的，有外用的。一般口服的，我们一般是止疼药物，最常用的是非甾体类消炎止疼药，例如阿司匹林，这个双氯芬酸钠，还有尼霉素利、罗索洛芬钠等等等等，消炎止疼。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使用镇痛药物，阿片类的镇痛药物。但是呢，我不建议大家使用扑热息痛，因为扑热息痛主要用于头痛。如果你要是封闭或者穴位注射的药物呢，一般选择2%的利多卡因和全奶的等等。还有时候我们使用一些外用的药物，初期呢多用一些外用的抗炎药物治疗。外用皮肤头皮型的比较好的，比如说，因度霉素八布膏，或者是碧螺烯康贴片等等。这样的话就叫经皮吸收剂，然后一些中药的散剂，我们有蜂蜜调服来应用。还有一些我们用复他林的这个乳胶剂，等等等等，都是想起到什么抗炎止疼这些作用。我们有时候还用到气正消痛贴，有时候我们还用一些中药，煎成汤药去熏。